要过来吗？啊，过来了。啊，这我搁家整个采访，我拿来了，拿来站那唱了。让他唱唱，说拿来。这让小姐丢到冰箱里吧。没事没事，走，丢到冰箱里。来，过来，走。你还会整这嘞？我今年我一直说蒸，人家那会儿都跟你说蒸，还没蒸过一回了。嗯，这好吃。哎，俺爸的水一也不选。我看着都不错。有点慢呢。那家伙家的咸水水果丢了。等你呢。我给你搁到这儿吧。啊，给搁这儿吧。咱把前几天菜这儿搁。这屋有点热，因为它玻璃有点大。这屋窗户多，哎，我教教你咋开空调啊。哎，好，跟咱家里那空调不一样。啊，你站住。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顶个室，这不是有顶室啊，按一下，然后顶几个小时都中，然后咱顶室都中了。啊，这是顶室啊，这顶室啊，能点着打点一下。是啊，我要腰疼了，我得赶紧停一会儿。腰疼啊，这过两天去我来，我再赶紧的停会儿就好了。咋腰疼嘞？那两天过来，手没过来，一会儿打闪现嘛。折了这么多天还疼啊？老疼了都。找给你贴个膏药去，找一点。我也是，我说了贴个膏药吧。因为头前，我上车的时候，俺爸从那个屋顶那梯子上掉下来了。我听你说过挂灯笼的时候是不是？哎，那个骨头摔坏了，摔劈了，恐怕都是那溜嘞。找给你贴个膏药吧。你先躺会儿吧，一会儿我给你贴。躺会儿吧，中。躺会儿中。可不能耽误去玩啊呗。我就是赶紧躺回去，看到这东西搁那儿正常呗。不耽误。不耽误啥呀？你家有膏药吗？有，我去拿。你这咋有个黑点啊？是会计啊。我以为是青的，咋真打一块青？就这儿了，那我横着贴吧。哎，好贴你台阶上啊。哎，贴上。就是接的时候不好接。接的时候还把你疼啊？哎，你上面长几根头发？嗯，好了，接的时候得招呼点啊。还得拉过了，是吧？真疼啊！那这又刮一次，相当于。你歇会儿吧，躺会儿吧。哎。不碍事吧？啊，不碍事，哎呀，没事，跑着还不疼，跑着没出去旅游了，整整。对，出去一玩就好了。前两年我看那十月了，那十月了是吧？要那不爱我，谁是小奶奶？你说是俺闺女，这视频上说的啊。嗯。我说那长得会不爱啊？这俺闺女了，她能不爱我啊？梦里开始是。不习惯，我搁家住兴义了，先搁那住完再搁那住，我走着搁家兴义，好，这多少想来你来了，姐，多少来家就干了几样，打几方，说笑话，又深又松啊，唱大几方，啊，有那三大爷啊，带头走，好说我身不稳当呢。这那这句话你先讲下来。你这话可能说，你说你光误会。你说的是开玩笑。开玩笑。开玩笑啊，这个不是。不是字面上的意思。俺爸意思就是大家其乐融融的。这都是开玩笑了。简单的菜啊，来，这个让咱那要老婆。